암수 땡겁땡. 给你吗？不要不要，阿呆八姐，打头啊不打用头，不用，啊？先打头，先打头。再搞，出来。啊？这把谁扣的？吧，基数本学系，上对面就是一个赛果，我然后们那个智慧的他结不晶会接六炸胜，弹，六胜差不多，六胜是不亏了，小开一下了，哦，七胜才是不亏了，好 ，OK， 换大凯，好累啊，啊，啊，我开啊，对对对，你直接退出，我们要从选牌开始，哎呀，我现在零零开始呢，一场还是。这个剧又没了，知道？经典。OK， 我来试放。白痴几点要打？我好了，救攻。来，我有点慢动作，那个。来看你们的审美跟观众是不是一样的？你要换你 DC 啊？没有，他应该是要开台。我放在我进去。啊，你要去开台？啊，你又是啊？你已经在开了？刚开啊，小开一下看一下。哎，我发现我自己也打不开那个档案呢。你就我刚那个小花圈。改版啦、啊，改版啦、啊！本想说去玩黑草的，但是等白痴，就想说小开一下好了，小开到一点吧。新模式吗？不错，新模式。然后顺便让观众来帮我们挑一下这个游戏目前几个排版。毛是最喜欢三号嘛？我是三号吗？我不是，我是二号吧？嗯，他是二号。我改选你那个少人的那个。大凯二号。调一下哦，今天超累了，开会开超久。刚刚丁一还说这把玩很奇怪，选三号。什么东西？看要选哪一种排版呢、啊？看要小兵多的还是小兵少的？感觉没啥差，哎、欸，有人说没啥差、欸，还是其实，没有没有，第一句话都会问，请问一跟三差在哪里？差很多、啊，差很多、啊。差蛮多的吧？大家都选了，蹲的很少，你那个太挤了。我觉得再加一点点差不多吧。应该要问他们，那第二张能要多一点吗？现在第二张是一列九只啊，看要不要加到一列十五只。十五吗？不是啊，十二或十五。十五不就跟那个一样？没有没有，十五其实是比那个小，而且好像必须得是十二。不然可能会卡。你说层次会有问题？不是不是，因为一个人带四列兵，三个人
他必须是三跟二的那个公倍数才可以。你说六的倍数？嗯。那其实你这三张图都不是六的倍数。我这三张图都是啊。然后右上角那张是九张九只吧？对啊，九怎么是九又不是二的倍数？不知道，他一样可以带啊，他一样可以带啊。哦。就少带一组啊，主要是少带一组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像没差哎、欸，好像只要是三的倍数就行了。哦，三的倍数。耶，冷泡茶，就看要多挤嘛。有没有那种全军压境的那种感觉？来投票，投票。少了，谁平手了？你们在看足球吗？大概在看足球吗？诶、欸，我也只有在看自己的 FIFA。死人时间小开一下，等等想玩一下黑潮，黑潮蛮好玩的。右上你也觉得有点多，大凯他们说右上的兵也有点多哎。哦，那可能是真的很多吧。看起来是没有很多、啊。要弓箭，全部都有弓箭啊！这只是他先贴上去排在版面而已啊。之后就是全部人都会变弓箭了、啊。我也感觉右上再加个50%，到时候右上再加个50%看看。定义哪边就哪边，定义说第一张最好啊。右上其实再拉长一点应该就可以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啊，打一场白痴应该就好了吧。哪个模式啊？那个叫哪个模式啊？竞技场，竞技场，竞技场怎么进啊？其他模式那里啊？这个是啥、啊？这个是我们正在开发的。就左边。追群富甲天下。最左边那个，好，竞技场。炉石还有竞技场哦，炉石现在大家都玩竞技场。OK， 三人，解决，解决。那么，哦，我有这么多张啊。
好啦，盗贼必胜，我盗贼王，贼王拿图腾。哎呦，很好哦。哦。嗯哼。海怪。苦痛四神。闪泥怪，嗯，管理员，老虎，轰雷，三二八嘲讽，哎，真的体。可以，重力战锤，完美。反炮，闷棍，反应之手，反炮，哦，毛骑兵，十全巨魔。盗墓者，大海斗技场斗士怎么样？五五六，强哦，很强哦，很强哦，我很强哦。Castingo 哎 ，Castingo 哟，哦，苍蓝龙。感觉苍蓝龙可以邪恶攻击，漂亮，微型装甲，南水海盗，疯狂炸弹客哦，炸弹客，八条地精，舞动的剑，还不错哎。OK， 末日愿者。卡纳骑士，大概你几胜了？开一下，输了，我要出去了。你应该不会已经对上零杠三了吧？你的灵魂我很危险啊！你要小心点。我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你要小心点。看好了，赵飞打。带出来吧。可以按嘲讽吗？没啥问题。这是我的荣幸。是我的荣幸。哦，跳飞。把这个苹果放在
飞刀手啊！不错。解不了飞刀啊，这怎么解飞刀啊？没事啊，他也解不了我。他新哥哟，不错。进的有点怪啊，怎麼受到也怪怪呢？進攻，瞧了啦。等啊，等白痴啊！来，丁义，你看我这一排，稳的吧？嗯。盘纳骑士，这张是新的，是不是？从来没看过这张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盘骑士，启动英雄能力算连级吗？你妈长得像鱼人。当然不算。不算了、啊。发条发条啊！这环纳骑士好像也只能打嘞。我们是黑影里的利剑。OK， 十字军。水啊，红雷带走。
漂亮。暗影一击。直接带走，看到没有定义，这就是我的实力。十二胜，轻轻松松。哎，你也再来打？哪里跳去啊？还装死？是吧？哪里如此？瓦力拉对上马叶夫。你是我看一眼。敌人能逃离我的追捕，你要小心点。哦，这棋手好像结束了。现在还有身体小小，身体小小，基本上打下去就赢了。感觉开局直接身体小小吧。哦，好像不用欸，毛骑兵好像有用欸。我的坐骑很少会爆炸。漂亮，加一加一，一配二三。他没了吧？嗯。跳飞，主动的剑。全速前进。怎么样？这种细节？而且身体小小，身体小小好像不用打嘞。别担心，亲爱的，骑兵来了。哎、欸，好像开始有哪里怪怪了。别担心，各位，骑兵来了，主炮打下去。好的啦，靠赛啊，这个人想靠赛啊。好耶！这样的人会超在意耶。电吧电吧，感觉翻图腾好像比较厉害耶，现在图腾好像比较强耶。这个身体小小，这个身体小小好像没救了耶。哎、欸，我早一点身体小小，好像啊，算了，他圣盾也会撞掉。感谢夜用加长型，我感觉现在出正好的时机啊，五费他打不了了。下回合还好吧，图腾加末日预言者吧。啊！伐伐伐！木鸡啊！
藤，漂亮曹凤。末日不及啦。他这边灰级才能解啊。这个恶魔之爪是什么？大爷，这个恶魔之爪是什么职业啊？这是一个职业吗？那个吧，恶魔猎人啊，新的那个。哦，这最新的、啊。嗯，它是最新的。哇哇哇！咕咕猫头鹰哎、欸！我想想，一加五不错哎、欸。不用苍蓝龙了啦。我们是黑影里的利剑。走脸啊！这手理论上走脸啊。走脸没有问题。我在飞呀、啊。OK， 冲锋结场，我倒了。放一张幸运币，杀杀杀！啊，这里肯定五加二啊！别无选择。下一手苍蓝龙邪恶攻击带走，苍蓝龙金海怪也是带走啊。监视暴风城的力量。哦，能解吗？硬来喽！不行了，他怎么撞我头了 ？OK， 再抓一手我的头。理论上，这里苍蓝龙是怎么样都不会错啦。嗯，没拿到，但基本上是赢的啦。心如止水。拿这张我不知道啊，一开始是拿机械的、啊、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会变这样。五十五是啥鬼？
对啊，我也记得一开始是444嘛。苍蓝龙不知道为什么变这样了。好好喜欢以前的苍蓝龙啊。这是我的荣幸。到底要不要下？这个人到底要不要下？OK， 北海海怪带走。十二胜，稳的。怎么不打战场？现在谁还玩战场？全都在竞技场。瓦利拉，对上补色。我会以荣耀作战。你要小心点。牵手长这样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哦，啊，牵手长这样就对了。我的坐骑很少被爆炸。哎哎，可惜。暖泥怪压场，全速前进！拔拔，他拔我又不怕。哦，这里很多选择。建议食尸鬼先下。哇哦！他怎么有背刺？撞到红方。OK， 哦，丁义有背刺又不说。我也不知道。跟我对话。你有个不知道啊。哦，对哦，还有背刺这张卡哦。鲜血与灭火。鲜血与掠夺。这下是麻烦了呢。嗯，二加三了啦。好，没有办法了，喊他骑士下去好了。下一回合222。我的诅咒解除了。有人叫医生吗？哦，巫医来了。222感觉还行吧。嗯，看起来还行。闷一手。
理论上应该是闷一手啊。好像不理耶、欸。知道了，这样了。安静一击，安静一击。末日即将来临。战场啊！重点就是这些细节的拉门。考虑完河洛吗？有机会。OK， 还有机器人，这里还有机器人。下一张苍蓝龙应该还行吧。哎呦，我这手抠门棍，细节啊！你好啊，前来报道。背叛，哪那么多张背叛？有这么多张，做梦比较快呢。前来报道，准备好喽！进化，准备好喽！难道有奉献？十倍，幸运币扣到这个时候，我是女神的刀刃。哦，不是，他是安都因。这一手，不好说哦，我感觉有机会直接把它炸烂哦，风怒狼人哦。
壮壮壮壮风怒狼人。剑孤，不用风怒狼人了。炸死他！想要炸些东西吗？哈哈。狼人也封路不了了。好，手下前行。飞天魔像了。我的盾为阿古斯。OK， 又来一只阿古斯。啊，是吧？好像。爆！我输了。好了。没啥办法，这没啥办法。不是，能拿到两张阿古斯，这还怎么打？瓦利拉，对上，真的！这是你自找的，你要小心。小心背叛啊！这个应该没有背叛的吧？烈焰风暴，烈焰风暴打多少？大改烈焰风暴打多少？是七费打全场四吗？没有错。他还敢跟我哈喽哎！我身体小小，直接把他干掉。改成五了，现在七费打五啊。看来大凯的资讯也是慢了一点。也没办法哟。来撞我，然后我翻一个补血图腾。OK， 他解不了了。星星来了，铁锤拿起来，进攻。长得像鱼人。OK， 麻烦了，这下麻烦了。感觉只能下塔斯丁狗了，没办法了，只能换了，解不了了。还是刚刚再弹一首。苹果放在头上，让痛苦跟我对话。哦，师尊砍刀，师尊砍刀大炮，
或者翻图腾。心如止水。大炮好了，大炮压力够。前往北列祭。哎呦，还想补牌啊？感觉也没什么好选的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杀人于无形。这个大炮一点东西都没有配到哎，他能烈焰风暴，我这局也就给他了，我也没办法了。他烈焰风暴，我就末日预言了。海盗好像选了两张吧。白战没好，他说他快刷完了。总有一天，我要成为真正的骑士。我没时间玩游戏。哦。快来痛苦吧！没什么好说的，就走脸。哎呦，海怪！这啥鬼？你喜欢玩火吗？炉石的主题曲。你好啊。这么炫哦！这场我赢了。白痴，好了没？白痴，要变变了没？还在腰痛。我也是有点累了，但应该可以变个一场了。瓦力拉，对上炉石天团。Hello， 你要小心。哇哦！我竟然还有两管炮哦！怎么每个人都选这个恶魔之爪啊？软泥哦，炸弹直接来了，直接炸掉软泥。这时间还有阿坚才能看，该点宵夜了。你可能会觉得宵夜是该来喽。巴拉巴巴巴，三倍压场。你好啊。没问题。舞动的剑呢？
舞动的剑晚了啊，真的是晚了啊。太多选择。哇哦，冲锋鱼人！哇，好怀念的一张牌，老东西了，这老东西依然这么神勇。多选择了。呼呼卡了，好，怎么样？成功了。你有大麻烦啦！不急啦，不急啦，大家别慌，大家别慌。这一手风怒，这一手风怒，你看他怎么办？再翻一张，舒服的嘲讽。麻烦来了，这下麻烦来了，苍蓝龙看一下。苍蓝龙每次都给我来邪恶攻击了。我觉得也不急，再来一个图腾比较好。我想想。烈焰风暴不是他这个长相还可以烈焰风暴，你逃不掉。他都已经长这样了，还能烈焰风暴是偏浮夸。看来正二体，等一下，我想想，完工了，虽然都是被炸的，漂亮，还加到我的龙，也没办法，来了也只能打了。补血啊！挺干的，变成是补血啊！好，哎呀 ，Hello！ 太勇了啦，铁头功。没有大炮啊，没有大炮一直来啊。一费先来个毛骑兵。
费先来一个毛气兵啦。启动中，传送门准备完成。这下麻烦嘞。跳飞剑吧。王末日哎，太多选择了。末日即将来临。末日，然后剑压场了。剑压场，身体好好，拳头大大。来变啦！来变啦！OK， 换我来，身体小小，拳头大大。你等我把这个人宰了。行啊。大凯，你几胜啊？已经一胜啊，一胜啊，嗯，有赚。你好啊，前来报道。烈焰风暴，我就看他六费怎么烈焰风暴。他刚刚什么东西？哎，丁义，这什么操作啊？心如止水，有点厉害。这个人有点意思。管你怪压场好了。剑攻。进化吧！真的有烈焰风暴？不可能吧！这一次赢了，你赢了！哦，六胜了。看来我这个选牌还是挺有料的啊。游戏需要更新，这个游戏竟然还要更新哦。今天改版哦，现在改版了、哦，改版什么？啊，来上线啦、啊，上线啦、啊！玩一场黑潮好了，今天都还没玩到游戏，忙了一整天，是该来黑潮一下。
那今天丁一跟白痴都干啥去了？啊，我是我玩宝可梦啊。Pokemon 啊。嗯。昨天那套、啊。没有啊，我在玩那个超猴大阵啊。超猴真的没有用啦。来痛扁你，我跟你说啊。你昨天连丁义都，昨天连丁义都变那样了。哦，因为我变笨了。我什么超猴大阵哦？那个度量衡是不是？闹逼啊！不过他昨天好像，他昨天有打赢你过吗？有一场。嗯，他其实你那个阵感觉，你不如玩全自爆的，全自爆狗狗扫墓流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养超猴，养超猴。对啊，你养超猴啊，你超猴先自爆，然后你再选一个那个猎剑鹰自爆，然后你再选一个那个暴风球自爆。不行啊，养超猴现在不自爆了，他、啊、这个怎么要更新三十句？这么夸张？不，嗯，要更新欸，大凯你有更新吗？有啊，要更新了。嗯，要更新了，更新多达 35.4 G 欸，我也吓一跳欸。玩不了了，玩不了了，明天再玩。确实需要更新，这好像我是要更新15分钟了。更一下，更一下，说不定可以刷一场三星的。三星的大概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15分钟一把。三星，等我更新好，那不要久喽。我看他更新蛮快的，比这个炉石快多了。我刚下载炉石，每秒130KB。哦，暴雪好像会锁那个数吧？那个平台，对啊，超奇怪的，超级慢。瓦力拉，对上。然后我用这个，用这个叉 box， 你要小心，就很快。我现在是每秒30几 M。OK， 他这边空过，我直接长毛兵加管理员带走。橘色的 LO 的更新，不是橘色 LO 的更新，至少也还算快啊。风之谷的更新都比我快。橘色分卡25%，他不是卡一下子就会那个了吗？那先砍9%，然后再砍。有一些比较，我以前都砍超久，还要重开。我把忍者带出来。完工了。完工了。又打开罗吗？最近应该会开吧。我开不了这个游戏。你要按那个更新啊，然后它会在背景更新啊。我现在每秒更新25MB。而且吉吉利克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打炉石改版啊。毛刚强力推荐我们来玩的。今天丁义的阿卡丽有够秀，刚刚毛也有说，我都不想看。我其实没有很想知道这件事。冷静。想要炸些东西吗？哈哈。准备
好吗？准备好喽！怎么样，丁毅？这个场不错吧？场，像。知识就是力量，而我，博学多闻。法伤加一哦，先闷走，保节奏。没问题。完工了。想要吗？我有货。下回合三加二还行，哦，真的来了，三加二确实还行。进攻，三加二锤头。风暴不了了，他这里已经风暴不了了。有暴风雪，那我只能说头锤得好。哇！我伤害的被电掉了。哇哦！风怒打击机械，不瞄啊，不瞄啊，这下不瞄啊，只能一加五了。进攻。一加二加三，加二加三好了。我想想，进攻。OK， 这边敲头。一百丢了，亏了。从垃圾堆回来了。哭啊，回起来了。危险，十分的危险。哇哦！火球解怪，我给西杀了，撸来撸过啦！OK， 这边没有什么选择了，末日即将来临。他其实也要没什么东西了，先末日就好吧。理论上是要花蛮多资源解的啊。
跟朝凤哪有差？他要解就烈焰风暴就全解了，烈焰风暴还一起死。我这样下一回合还能打一个 combo。我就知道，跟我喝酒吧，朋友。OK， 拿回去补血了。操，那这个龟回来了。又补，又补。Bingo， 也能是黑影里的利剑。我也只能拼到底啦，我这个后期无力啊。他如果还有第二张熊猫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OK， 有烈焰风暴，那你今天要不救啊？我走了。你有烈焰风暴，那我也只能说我很抱歉了。叫老五好了，老五加嘲讽怎么样？来个风怒不错，风怒闪电剑都行啊，随便啊。哦，正二体，好像只能五二结场欸。怎么看都死了欸。我好像 K 自己头比较实在欸。太多选择了，快选，快选择！我这边好像 K 自己头比较快啊。试试我的含笑半步天啦。OK， 还在 BN。别被我抽到火球术！可恶！怎么可能？后面进的不好啊，连胜七场很有机会。哎，有护甲的雷克萨，哎，你要小心点。留一手末日，不要好了，找毛。水手不错。下水手好了，
没有武器啊，这个盗贼根本就没有武器啊。时间快要没了。这样是困起啊！好，软泥一手，舒服，护甲提升。舞动的剑，麦田魔像，哎，很想假装没看到，哎，但感觉好像不行。烦恼嘲讽，哭啊！不管了，先上先下，先不理吧。解了我也亏啊！他还得想办法解我的剑啊！爆炸陷阱，他还能有爆炸陷阱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。来了，他真的要找一张，真的要找一张秘密。这边交换是我想想，老虎也不错，怎么样？丁义这一手，食尸鬼还是老虎？老虎，还是食尸鬼？应该解场，我不知道要不要解场，哎，没有要解场吧？应该解一只吧？太多选择了，让老虎吧，老虎吧。剑要走了，不错。听丁义的，好像有点问题。问屁啊！那生去法是不是？如果我食尸鬼加闷棍，是不是更好？他这里是爆炸陷阱，测一下，有几种陷阱啊？爆炸，然后狙击。我的诅咒解除了。反正一二敲一下就知道了嘛，敲看看。不错。好，大便。OK， 这边可以直接不理他了吧？食尸鬼加这个吧。哦，冲锋圣盾，竟然
好想闷哦。我想想，还是正二加图腾。嗯，正二加图腾好了。不错。正二加图腾换一手。可怜他这一倒了，在等谁要更新啊？我是90%了啦，我不知道其他人能不能更新好。为了大酋长，哇！推我一个受伤的手下，完蛋了！螳螂龙，苦痛四声。跟我对话。蜘蛛。丁毅一定连更新都没按，然后等等跟你说什么要更新哦，他已经说过了，他已经用不了这招了。哎、欸，可啊，我刚按下载，他怎么发生说跟重试 ？OK， 几率也足吧。真的不是，我刚想说啥鬼，他帮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啊，继续演呐、啊，继续演。老糟了，丁毅。啊，不是，我刚刚真的，你讲我才看一下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哦，魔暴龙哎，厉害哦，魔暴龙哦。OK 啦，锤子拔起来了啦。进攻，安静一击，成功了。师尊竟然加到了。师尊偶尔还是会加到的嘛。哇、哦！他决定自己了断自己了，是不是？打得漂亮，我认输。哦，六胜了。你遇到大凯吗？啊？你是说一胜的可以遇到六胜的？啊，你还没换新的？没了，我没救了。啊，结果毛刚刚那一场几胜啊？七胜吗？六还七吧？十六吗？刚刚帮他选那么好，六胜了。瓦利拉，对上乌瑟，我会以荣耀作战。你要小心点。没败呢，其实来得不错哎。毛骥兵，毛骥兵先下，毛骥兵先下翻九费怪兽。OK， 毛骥兵先下，翻一手，九费怪兽啊，又平，把管理员一起下来吧。
护盾前开，红色警戒。哇哦，一气浪！水。不错。哎，圣骑士有什么秘密啊？OK， 快被接近。那什么？那是会召唤一个新兵，是不是？然后帮扛。全速前进！召唤一个新兵帮扛，没触发哎、欸，那该不是复活吧？好像有一种是什么开局的时候，召唤回合的时候，对，那个友军会加一加一。哦，还有这种啊！啊，复活的话是该不会连圣盾都会复活起来吧？不过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在那一本。如果有圣盾，它就会有吧？我记得。这么危险啊！那感觉它要复活嘞！哇，刺客之刃！哎、欸，也没复活哎、欸，那是什么啊？大概？我下怪变一滴吗？啊，它有些新的秘密吧？哦、他自己送不会复活。啊，是那个塔斯丁狗，吓吓他。下回合老虎或闷棍了、啊。来这里单挑，去冲！哦，这么硬来啊！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刷图。哎呦，好冷啊！最近好像失眠在玩。哈哈哈！这看起来耍废。不知道这感觉，我想才多久哎？你好啊，那也没办法，那也没有办法了。嗯、不错，复活吧？哎、欸，也没复活哎、欸，是复仇，知道？传送门已开启。哇、啊！哎，我是说他现在这个圣骑士的秘密啊，萌新，还是开示一下吧，圣骑士的秘密。圣骑士的秘密是什么？看我这场，进攻，进攻！我操妈！疯了！哦，不是，这是复仇，然后有一个什么隔挡的，完了，中计了，完蛋，完蛋，真的完蛋了，还好。他也要解巨魔，互换了。不是傻子电影吗？啊，他看起来不妙呢。是不妙，这个一定要赢的了。海巨人是不是让他滚蛋？你就下那个虎，然后把东西都下一下，然后让他滚蛋了。我想一下。好了啦，海巨人滚蛋啦、啊！他这样滚蛋，他等一下又要用七倍叫，他直接冲过呀，两回合。原来海巨人没有嘲讽啊！一般来说不会有，之前有那个巨人术士会帮他架盾而已。他还有不一般的情况，对，有那个巨人术士啊。就扁 ，OK， 我现在我就看我这样要怎么扁。你这样你们根本没屌啊！熊，我熊不买。不好说了。你我先翻一下一个嘲讽图腾啊。你先靠在图腾啊。可以啦，可以扁啦。哎，扁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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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在造一只攻击高了。
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好接扁头啊，最后来一个邪恶攻击，开走。啊，等等，我这边就是苍蓝龙邪恶攻击，不然就是那个啦，不然就是那个海妖，然后邪恶攻击啊，都可以啊。他那个巨的。嗯，他这样应该是完蛋了。他倒了啊。想解，想解，想激励，想随机鱼人。对对对，那个怕了。来，来，等你最后一手，苍蓝龙，苍蓝龙或海怪。哎，现在还有法术加一的图啊！好啦，你可以投，我还不好说啦，先翻个桃凤啦，心如降加这个啦，好不好？你把怪都吓一吓，看他会不会毕业你？没有啊，他还不能斩我啊，没进斩杀线啊。对啊，我也想说，他那边如果毕业你，你很注意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啊！娘赢不了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啊、哦！好可怜，好可怜，这些人都有阿古斯，真的好可怜的、啊。假装，假装在算伤害。大凯来撞啊！我看他们也宰不好了，丁一根本就是假装在宰。你叫他们，你一定没宰好啊！好快啊！武器都给换了。说白色要玩吗？还是你已经腰痛了？没有啊，这个是已经宰不好了，不可能啊！宰好都在快两点的。我们都宰好了呢。你那个对啊，不可能。我还宰一半呢。你那网路比云林还慢哦。我多嗨你。基本上我们都是想。来了，再选啦。一大串来，我多嗨。我多嗨你。来了，不然我们再次集合众人的力量啊！你们三个人各选五张 ，OK 吧？我投伊利丹，啊不是，那个叫什么？中间的是马法里恩。如果大凯喜欢哪一只？我要的是盗贼。什么？蓝龙炸。OK， 我选到谁就是谁。啊好，盗贼啊，算了，上一场玩过盗贼啦。啊，你上一场是盗贼啊？对啊，好的哥。来，大凯你两个选一个。德鲁伊吧。德鲁伊，好，德鲁伊。哦，这里我觉得大家意见应该是一样的。一定是猎人啊，头给他刺破。我该圣骑士。不，猎人，一等猎人。我把是猎人呐、啊，三比一啊。我两次过。好，来，丁你选。哇，自然印记。来，不然你们三个各选十张好了。为什么会有黑铁九克啊？一定选黑铁九克、啊，这只很强啊。那是什么？我还在玩的时候，那不是奴隶吗？他为什么叫黑铁九克了、啊？我记得我玩的奴隶战士，对啊，他会一直出哎、欸。我记得我玩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出哎、欸。大家都进来吧，是吗？是他吗？啊、是他吧？是用一个那个斧头转一转，然后他就一直进来嘛。对啊，对，群架很强很强，一定要选，一定要选了、啊。快啊，丁乙，你选了、啊？对，轮流吧。你直接选完你的十张啊，快进来啊！啊，我比较喜欢223。你要223哦。没有梦想，哎，丁没有梦想，那感觉很麻烦。
自然印记，我可以自然。我觉得你选伐木记，选牌的这个 sense 不行。那你输了。相信。精灵哦，我可以精灵。哦，老虎，老虎，日本走了，日本这样走了，还有几张？你要四张啊？好，搬来一个大象，大象哦，还是你想要 K 头？我在想你会不会比较喜欢 K 头。我都会打，我都会打，这套看起来中速了啊。啊，这不好选。看，六飞呢？这个鸟人是新的哎，这套不是很久了吗？是吗？他是换个这个吧，他是换个那个。对啊，他中间的大王之前长得像那个快乐三姐妹那个、啊，换造型了、啊。啊，我喜欢六费那个靠塞，放一张牌进来。哎，这没什么好选的，我直接帮你选了。OK， 阿古斯放位置。来，大凯你来。哇，我现在这个、啊，你开局不错。开局来这个船舰主炮开起来了，船舰主炮啊，有啊，好美丽有海盗的啦。哦，哇，好久没看到这个狮子喽。哎、欸，这个狮子哎、欸，它怎么是六费啊？它怎么不是五费、啊？四费吧？我记得它怎么？对，这只超强，它哪有四费过？真传说吗？它是真的很厉害，这狮子是真的很厉害，超强。这边也只能选狮子了吧？狮子吧，对啊。是什么？哇，远古幽魂呢、欸？他是洗入你的排队啊，是你啊？对啊，你还是对我的，拼伤害的。那不如学这个血居怪吧，血居怪啊，血居怪、啊，感觉就很厉害。对啊，远古幽魂，哦还好吧？费用有点高哎、欸，我只能说现在费用有点高。那就抽牌，痛苦是真拿起来啊，抽牌、欸。你没有抽牌的手段，直接拿起来。我没有抽牌的手段吗？你没有啊？来了啦，古拉巴狂战士来了啦！狂战士，相信他，五费最强大哥、啊。感谢1616。圣光勇士，圣光勇士很强，圣光勇士无敌。圣光勇士这个体质很好哎、欸。裸出也强，哎、欸，来猴子，猴子，猴子啊，猴子哪一只？穆拉克的勇士啊，穆克拉，对，穆克拉，一定来，一定秀的。哇，我这几张好强哦。有啊，银白四重了，开始补一费了。银白四重，银白四重，嗯，银白四重强的。啊？哎，凶蛮咆哮了啦，等下会有自然之地啊，别怕、啊。哦 ，OK， 哎、欸，好像只能选剧毒种子嘞，没嘞，没得选嘞。剧毒种子啊？对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个索阿玛先知也很烂啊，哎，剧毒有点，补血更烂。白痴换你啊，换我啊，选那个狂野火丹是吧？黄烟火占卜师哦，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法术哦。有吧？我记得你不是有几张痛苦种子，只有痛苦种子跟自然印记。哎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够了，够了。你等一下还有那个幸运币啊。哦，对哦。哎呀，拉文获得刺客。
那你有野兽吗？你的野兽多吗？野兽，如果鸟人也算的话，偏多啊。嗯，不少。那个吧，低阶四重吧，也是。哎、欸，真的来野蛮印记嘞。嗯，是不是来野蛮印记这个赞？他是加二三嘛？开版的是不是？这个赞的，全部是加二三。哎，这个什么？啊，幽光无敌，幽光无敌。头弹手，头弹手，头弹手。哦，头弹手。哎，这个厉害的，直接头弹脸。啊，那个利爪德鲁伊，这个也厉害的。哇、哦，哎，我们好像稳了，这稳十二哎。啊、哦，疯狂炸弹客，这个更疯狂。这感觉稳十二了、啊。哎呦，对，哎，炸弹客配黑铁九克，哎呀，哎，对，打这 combo 很强，真的很强，黑铁九克，记得吗？很强，黑铁九克真的很强，是吧？冰霜巨人，不可能啊，看手指哦。好了，强，哎，你看，神灵看手指啊，这个厉害的、啊，这个厉害的吗？哦。那个感觉不错。日行者，这个也厉害了。日行者，这个也厉害了。我们费用很高哎、欸，这前面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哎、欸啊。那个真的会比德鲁伊冬速。那个被动一直叠盾的，被动一直叠盾了。大凯，你刚刚跟我说被动选这个射箭。马法里恩，对上。哦，他没有了，没事啊。哎呀，先射破他的头。我必须保护大智。好啊，我感觉这里就是银白四重留着嘛，其他全丢吧。哎、欸，森林看守者一定要留。这一张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上他出场就两点伤啊，这个很厉害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照费打嘛。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赢了，他随便虐。你看前面你这样够你苟到第六还够大，就赢。有没有够大？他加不了。OK， 来，一二三四五，照着打。赢了。一二四四，打一个一二四四。他已经结束了。这也没什么好说嘛，血巨怪嘛。你看，你只要撑过这一轮，等上去直接亮，你场面就有了。然后等再伐木机，哇，转狮子，他直接没办法。来，等你先伐木机还是先看守者？我感觉伐木机好像好一点。都可以嘛，看他怎么样，对啊。这里就是这个，这里伐吧。神灵看守者上去，不是看守者，看守者让他下去了。而且你看，你还有自然印记，你等一下还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七四，直接无敌。嗯。自然印记进入我们的肩炮了。加四攻哎、欸、，OK， 怎么说？我建议跟他一起罚吧。啊、嗯，就跟他一起罚吧。肯、欸、定会亏哎、欸，我觉得要那个嘞。嗯，我也觉得会亏、欸。嗯，你要得会亏烂、欸。好，还是下回又再给，下回又再来印记加伐木工。我感觉好像只能罚。先罚哎、欸，嗯，好先罚的，好先罚，然后如果他等下更换，你就加血，嗯，哦，我加血射箭，嗯，召唤六倍狮子来了，无敌，你突然六七倍就不是，那应该没有，很强，这个好像要解，啊、有上到七解，偏一张。血染上印记啊，嗯，加伤解还是怎么啊？加血啊，加血，加当然是加血啊。这不强，还是不理他？接吧。嗯，他如果保住你就崩场了。嗯，你先撑住，我们的牌都是你看你现在手里的牌，你先补血量，对，嗯、先稳。我好像。他不可能牌比大，我后期无敌哦。
后期真无敌啊！错，来这边没什么好说的嘛，狮子嘛，狮子爬上去哦，他以为他很屌啊！再见了，小坑坑啊！运气还好，他这么多哎、欸，他掉一只鸟，你掉了三，实力差距哦。欢迎来到银白联赛，哎，勇士，他变强哎、欸，没有用啦，没有用啊，加二攻，不好。要不要潜行准备敲他的头、啊、先日行者这边不急 hold 住，没错，我们先 hold 住，你日行者下去他这边整个人懵了、啊、然后接着扁头 OK 我也建议扁头，哎，接着扁，你现在这边直接朝凤扛两扛两下，我们等等慢慢点，我有货，他已经输了，他已经输了，他没，我们已经赢了。他变羊，他如果变羊，他如果变羊，我直接咆哮，我把他带走。我可能变羊。他变，你还最后还藏了一手什么剧毒包子？你让他铺满场之后，全部把他变二就赢了。剧毒包子能变对面的、啊？我记得他是全场。我现在我自己的头很危险。你看。他已经中计了，他现在已经中计了。来，你这个拉德霍文是刺客直接上，然后直接解掉他右左边那一只。他死了，他咆哮带走。场上已经14滴了，你还要盖那个刺客、哦？对，没有，你狮子姐左边，狮子姐左边。OK， 狮子姐左边，刺客压一手。对对对，还是鸟人压一手。啊，鸟人啊。鸟人，我还可以射箭哦。下回合就带走喽。刺，哎呀，铺场哦，我觉得要铺场哦，62，好，62，好，62，你这样子咆哮的话，直接带走吧。我想想，我感觉是铺场。好，不然来，我姓白吃一波。哎，我觉得拉德霍文刺客，请直接跟他赌一波大的。刺客直接放那边，胆敢不清等等。他如果来一张烈焰风暴，你怎么办？烈焰风暴不会，他不会有那张卡。那、啊、如果放烈焰风暴，那我们放什么都输。那我们不会都。那你放烈焰风暴，你现在打什么都会输。我被解冰了。应该是那只鸟被。哎呦。我有解冻吗？哎、欸，你不是有选择这个冲马桶吗？八费那张。来，关。关键卡、欸，啊不是，你用狂野火烧看会不会解冻？好像结束了、欸，火烫冰。你试试看，用狂野火加那个跑下看会不会解冻？这里好像是结束了、欸，没解冻哎、欸，这游戏有问题、欸。啊，可惜。哎、欸，改版的、啊。没办法，他偷改版了，没办法，输了。太夸张，偷改版。不是，是不是只有奴隶主好像是没有用的，是不是？奴隶主你要配你的狂野火，或者是有要有建筑？不是，我记得奴隶主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一直复制，然后他一直冲锋的，不是吗？就剑舞啊，剑舞。这一开始好像都是那个战士在玩吧。那个也那个，对，要战歌才可以一直撞别人的怪，然后一直复活嘛。对。OK， 我建议留阿古斯，这样吧，剧组终止不留。哎呀，不要阿古斯啊！哎呦，阿古斯不要，场上已经没怪了。圣光会护佑我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很不妙，没事哦，下回合就进二费吧。嗯，下回合进二费，照着打还好吧？对啊，就打右手。OK， 靠右手。我们二费有什么？挺多的吧？有六七八张啊！四五六七，对，可以。他也很大。嗯嗯，有了，为未来布局哦。那三四五六七照着打。完蛋！
没事，就上。这边就一加二，站。站，就敲他的头。就敲头。保住，然后下回合就回阿古斯。没错，阿古斯加圣盾无敌。他射不到，靠帅。他要再下一张大的。他会射到那个光盾了，拔剑了。射头吧，射头。好，拔剑。剑，哎、欸，这是狗牌、欸。不过，他怎么有这张？怎么说？大炮结场吧。哎、欸，不太妙、欸。我怎么说大炮结场二加二吧？我感觉也没什么好的，也没什么好的。你先把飞刀手杀了。我会英勇战斗。大炮接大炮加二，我怎么刺客了？不妙不妙，我只能说那个正义之剑是真的很。正义之剑是厉害在哪里？超人手下多赋予手下加一加一哦，这么屌啊！他现在就是只要他那把武器是不攻击。就是他会一直帮怪加一啊，而且可以加五次。超级水元素啊！超级水元素怎么办？那个是无解的、啊，太强了。超级水元素哦，三加二嘛。还是我们这边赌一手大的。他超级水元素，我们不要管他，你直接加攻击加四攻，然后直接三加二，然后扁头，直接扁个九滴，出其不意的进攻。我也觉得只能扁头。有可以啊，有哦，有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那把剑这么厉害啊！呀、啊，那把剑麻烦呐、啊，不麻烦，狗牌啊，这狗牌、啊，错，狗牌。他现在这个奴隶没有用嘞，没有用啊！你看他来解你的，你赚了。哎呦，你这巨魔灯给自己的水元素一锤，那不就？他这样铺，就是前面铺场会很强。怎么样，日行者吧？来，日行者直接上。真理是我的。他等一下那个巨人会敲自己的头，他剩七滴。对，嗯，是有。很好，他解不掉。哎、欸，漂亮！我没打漂亮，这个歪的回来了，血回来了。嗯，等等什么？再一个，哎，他这边混合，我的老天哪、啊！兄弟，出大事啊！现在怎么办？没救嘞！算他赛狗啊！没救了，黑铁九克吧。我觉得五加二，五加二，五加二。黑铁九克加二是不是？是那个，欸，他那个等一下会那个解掉，他被解掉，他那个五五挥出去的时候会打到豺狼啊。对，直接七那个干就干下去了，无敌的。好，可以。我觉得我老虎加射箭或者你直接刺客。该怎么做？老虎加射箭啊！老虎加射箭，你等一下可以打了之后再加阿古这样。背后这好像不是智囊团哎！你看什么看？他怎么都中口牌？很奇怪，你这次怎么都没拿到传说啊？啊，现在怎么办？哎，是不是？好像还有救哎！看守者沉默来了，好不好？你先沉默。我有很厚的一道墙。必须保护这片土地。沉默加阿古斯嘞，好像别无选择嘞。可以啊，我盖上盖上。可以，先拖住吧，先拖住。这还能拖住哦？可以，有机会。他现在就只能慢慢解。来自暗影的死亡。一定要相信这个牌。然后我都很灰级嘛。欸、他已经好几张传说，又跟好几张这个十四牌了。对啊，你怎么一张都没有？啊，我怎么说没有？对面就赛狗啊！来，英勇投弹手，直接投烂。
英勇投弹手。你就相信他会投到巨母最左边那一只。完工了。这好像适合我啊。好像，他靠塞，他运气太好了。他这好像没办法，他那好像十二胜的牌。我东蔡势力看到了，那个豺狼是右手进的，我看到了。那豺狼好像有问题哦，豺狼怎么那么屌啊？看起来也是竞技棚分卡。这一场我是相信我的队友啊，但看起来怪怪的。哎，这把你相信我，要不要？来，好，我来看看丁毅的脑子。下一把十二胜，不好说。刚刚那个人运气好，我觉得这一手射箭配的不好。来，怎么留？全留是不是？必须保护大自然。不行，我看一下。留个伐木机就好。放鸟鸟。哎呦，照费打嘞！我看那个奴隶主帮我越看越头痛。谁选的？到底谁选的奴隶主？这里应该直接过吧？没错，后打后期。而且是不是有人选了这个大炮，然后根本没有选到海盗？有啊，七五那个是海盗，我早要配过了。啊，七五那个是海盗，那个刺客。这边千万不要轻易过来妄动。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跑啊？啊？什么？啊，你怎么来送我？谁送的？啊，现在嘞？你现在这样太要爽抽啦。来啊，丁毅，请开始。是，你现在才问我干嘛？快点啊，快点啊！这局赶快啊！掉了。我原本想说，等到伐木机再开始作战，前面送他血。这样好像，好像全完的。来，你说，啊，伐木机是不是？还是得空过？那个右下那一张啊，该怎么说？右下，你说那个看起来会转的那个圈圈啊，右下有那个。哎呀，你有没有戏啊？我现在突然没想法，不怎么办？忍住吧，忍住吧，射箭吧，射箭过啊，射箭过吧，射箭过，等等，奴隶主加自然印记嘛。可以，那么强，去那个奴隶主可能生不出东西。托米说跳四，是啊，这场丁毅说信他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有哦，印这张哦，可以沉默一个恶魔。哎，怎么说？恶魔不是恶魔，没有逻辑，这游戏不用玩了。他不是恶魔，不是恶魔。那怎么伐木机嘞？该怎么做？好，你先伐木机，等一下跳日行者，他没得。哦，对吧？嗯，要相信自己。哦，他只会是日行者。这暗影恶魔这么强啊！我死亡后加入。他无限补牌嘞，还是我们拼到他那个没牌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们 P 奥德。还是他会帮我补？打不了了啦！他要自杀再抽哎。抽爆！他真的抽爆！啊，现在
来跳日行者怎么样？跳日行者啊？还是你这边要一个弩？跳日行者啊？我觉得跳日行者对这个场面最好。我觉得丁你说，哎，或者是那个阴尸人啊，不然日行者，日行者，日行者好啊，日行者好是不是？你等一下还可以一直疯狂帮他加血。哦，是我的盾牌，超级日行者，他还能活到下个回合？他这边不可能，除非他拿三张跟你换嘛，不过不可能。这样看看行不行？他不用换的。哎呦，哎，他哪里自带牌是不是？他破哎，不知道有人自带牌啊？哎，不是，他们的牌都那么扯啊？这好像这样没有办法嘞。你运气不好，你运气不好，这把是运气啊。他怎么可能有这个 combo？ 对，这我必须保护这片。我打自己两点好了。我要去厕所了。怀着喜悦与感谢的心。我还有那个小家伙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智慧心，你有头绪吗？丁义，这最后一把、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奴隶主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我没看过他上场，但他会一直在手里面，好像白痴很常选这种。是，那样奴隶主是我给你的。一招啊！哎，我画面还没有开到最高、啊。奇招哦！你说会卡一张手牌的那种？奇招，奇招，不然你再相信我一次，我四好好选。来，这次三十张都你选 ，OK 吧？好，三十张都我选。来，你来。OK。
OK， 不会让你失望。好，你选，你选法，你选法师。我的魔法会获胜。那个恶魔猎人，德鲁伊啊，好。哎，巨人哎、欸，淤泥喷射者。哦，这以前是叫淤泥喷射者吗？他以前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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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吧？他以前叫兔兔怪怪的吧？木穴这个是他出场的台词。木穴蜘蛛啊？对，木穴蜘蛛。好，你选那个冰霜星星。啊，不然选鬼面骑士，怎样？先选鬼面骑士好了。OK，、欸、冰霜星星已经按下去了。那个盲眼眼魔，盲眼眼魔，哎，盲眼眼魔，该补牌了吧？哎，末日预言家，啊，打一个中速是不是？打一个厉害的，厉害的，厉害的都选一选，看看。哎，科托兽，科托兽厉害。怎么样？机械恐龙？哎，科多兽啊，科多兽，科多兽选啦、啊。哎、欸，选哦，没有哦，是你的画面在转了、啊。哎呀，重新整理一下。OK， 十五秒的广告。OK， 没订阅，没订阅啊！而且你是不是还有欠我订阅？太夸张了！我没有吗？好，来，我看看，好，机械恐龙或者地精发明家，我想一下，哦，地精发明家，你确定这个体质是可以的东西吗？不错吧，啊，不然机械恐龙，已经选了，赶快，好，我看看，好，我来，食尸鬼，这个厉害了。总不会是恶毒的铁匠吧？嗯，啊，不然疯狂啊，不要算了，巫毒巫医好了，巫医啊，打这么稳啊，巫医好，巫医战，烈焰长矛，好，烈焰长矛，没得选啊！你这张没得选啊！哎嗨，海怪，哦，这里也没什么好说的吧？啊，软泥怪，这里可能也没什么好说的、欸。哎呀，也不好说、欸。伐木机。那个猎杀者看起来也好强啊！嗯，好，蛮族巨魔50%直接打头，可以。狼骑兵打头，三点，这个狼骑兵。现在就是打头环节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铁人五人冒险者来，这张、啊、无敌，张无敌啊、哦！就选，哎，你要扣好，哎，你要扣好。哦，大概就是奴隶主的下场。哦，你这个哦，好，狗头人詹姆斯。因为我们是不是高估了他的智商？那你别气我，阿古斯，他突然觉得萌起一个打头的念头。我也想知道现在要怎么打头。骨头都会。
法魔像，秘法魔像，秘法魔像啊！没错，秘法魔像。好，那把剑。这个取向好像有点怪怪的。那你相信我，三个有冲刺的手下，合力突袭，合力突袭，再打三点，听起来很不错哎。对，哎呀，好，这个甲虫来个法术吧。我只能说，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法术啦，说不定我看本回合护理的。好，来混沌之极，再打头，再两点，抽，再抽一张卡，水哦，啊，盾，好啦，不然写骑士吧，现在也没得选嘞，反正我们也没圣盾嘛，是啊，对面会给我们的、啊。对，我就说就西对面的嘛，来冰霜元素，哦，哇，三张多少神哦？我觉得左边那张应该没有很久。人能机器人超凡人哎，好啦，化阳术好了，哇，化阳术，哦，法术很多哎。怎么说？还是银白巡逻兵？思考。好，银白巡逻兵赞，搭配你这个被动，厉害。为什么这个曲线越来越像在比中指啊？没有，那太多钱。哎，好像是比一个这个 rock 的那个手势。啊，没有 rock 哎、欸。好，小拇指跳不起来。阿努比斯哨兵啊，阿努比斯哨兵啊，真的假的？没办法，另外两张看起来都废废的。这后期没救嘞。鬼怪如行者，鬼怪如行者。OK， 来，上，复苏。你这个是不要就不要想，有牌一直打，然后。能打头就打头，绝不结场。OK， 完全明白你的思路。真的，对上无色。我会以荣耀作战。这是你自找的。可以，我感觉留软泥怪，还是全留。二蓝四直接全留。食尸鬼跟阿古斯都不要啊！你再拿两张一费的跟三费的出来了。真假打这么硬啊、哦？对，你这个要速攻。哎呦，中位不错哎。OK 吧？你看，你等下中位那个 pop 起来，直接无敌。我准备好了。OK， 一费找头。好啦，赶快控过啊哈！他控过我们就赢了。他这是圣骑士哦，圣骑士加恶魔猎人啊、哦，恶魔猎人的牌是什么、啊？是这些不死族吗？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怎么说？软泥怪吧？泥怪吧？我也感觉软泥怪吧。软泥怪赞。然后开始养中位。没错。开始养中位还是直接冲刺？中位啊，开始养中位啊。这个冲刺是等等要，你要来保中位了。这中位我感觉这回合他也是走了、啊。他要走，那他要拿头撞啊，他这样他亏啊，对不对？那等于我们中位撞到他的头了，断。
还吃太快。他不理，那我带走嘞。嗯，是不是？来，突袭加那个三一无敌，你直接解掉他的冲锋，然后就全部打脸。OK。报仇！报仇！还是要点。报仇！那不是有效的目标。报仇！那不是有效的目标。啊？那不是有效的目标哎，是不是要解啊？解吧，解吧，出意外了，先解他。好，变头，来，场面优势了，等，多快一点。可以。但这边没什么好说嘛，杜杜怪怪的嘛，还是阿努比斯。我思考，好 ，OK， 他要把那只撞掉了。可以转，我感觉嘟嘟怪怪的。这样转，这里这个嘟嘟，这个嘟嘟下去，然后没救了。好，嘟嘟嘟仔。下回合3+3的啦。那个留着啊，那个留着等于要3+3了。飞机人，哦，他那张那么厉害，哎、欸，这好像得杀哎、欸，他怎么叫一只那么大只了、嗯？我们得杀掉他的鱼人骑士，然后用科多兽把他震掉吧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用等下科多兽震25，然后解那只吧，他不会想拿头撞嘛？他不会有这么想不开吧？我不知道、欸，他铁头功啊。加铁头功哎、欸！那是铁头功哦，那赚了、啊，那等于说我们已经先打到他了。嗯，反正科多兽嘛，然后把他解了。好，科多兽先扁死25，然后再解。我准备好了，报仇！对，就是这样，稳了。他凉了，六费没得下。三个条件，你投降就饶你。哎、哦欸，他怎么又传说？奇怪，阿、啊、你怎么连续两把都没有？现在好像不好处理了、欸，这个留不了哎、欸。那个，你有那个食尸鬼啊？你养肥你的食尸鬼。对，你等下就是食尸鬼。然后疯狂送口，嗯，食尸鬼狼骑兵就是送一直送，哎、欸，食尸鬼先上，对，狼骑兵，然后上没关系，狼先不要，你上那个蜘蛛，你上蜘蛛，我上蜘蛛、啊，然后对，蜘蛛全部扁，然后就全部扁头，那个不解啊。那个东西能不解？不用，哎，你就让他那个，这东西还能不解了，我都不知道、欸。轰就对了。没有，他出来的都是什么盾牌猛击什么的。对，你以为他拿到的法术卡都是有用的吗？不可能。这个东西不好说哎、欸，烈焰风暴会不会来？他要是这么刚好在七费拿到烈焰风暴。那我觉得赢不了，也是不好赢啊。没事，他家好像解不了，他手上那张应该大变。我打掉也不好说啊，他说不定还有别的。
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这一支箭。嗯，那你看，那不代表他美德，他拿到的法术卡是大变。好，我觉得要赢的。你这边 OK 啦，我看科多兽蜘蛛送一送，我再撞一下狼骑兵充点了啦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你的想法跟我完全是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送。对，然后头撞一下。对，然后狼骑兵。有没有跑？冲啦！然后那个三，那个三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有没有压力给足？有了。他倒了，怎么样？末日原则吗？末日不要，你不要！末日要上吧？这里末日要压吧？不要！不是、啊，这里末日要压。够了！啊！末日！这里末日肯定要压。好，压！也是可以啊，其实也不是不行的。不要啊！那等一下，他是圣骑士啊，你要冷静啊！不可能啊！不是，就看他这里有回血还是有嘲讽。我只能说你赌对就赢。哎呀，哪有人相信？哪有人选回血的啦？竞技场就是打头哦。嗯嗯，理论上他选成这样应该是没有回血。你赢得胜利，我赢得胜利了。我感觉这首末日我压得好。哎，如果他刚刚有一首圣聊，我们就下一把了。他如果有一首圣聊，我们还有火球打头。对啊，他有圣聊，你就那个打十点伤害那张了。直接把他头轰爆！真的，对上，真的。这是你自找的哦。内战，那就看谁厉害。哎呦，有了，你那个养那个白银巡逻兵跟蜘蛛留着，秘法魔像先滚，跟那个中间两方都滚，对。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哎，怎么样？直接跳，直接跳啊！哎，不用吧，你直接打头，打头，我怎么感觉直接跳比较厉害？直接跳你等一下也出不了啊！不是你，只要你等一下，你这只就没办法攻击。我跳就跳蜘蛛啊！你要跳也就跳蜘蛛啊！我是觉得不要跳比较好啦，这样比较不会卡、啊。OK， 巡逻兵扣好。完了，巡逻兵要被射烂了。这里可以先上蜘蛛。好，先上蜘蛛。啊，不，你要上巡逻兵吗？等下，上蜘蛛啊！你巡逻兵这一回合不能攻击哦。啊，上蜘蛛啊，上蜘蛛啊！你蜘蛛等等，还有机会可以接食尸鬼和那个 combo。都还行啊，看他怎么射啊。他不射哎、欸，食尸鬼嘛，直接好死啊！食尸鬼。食尸鬼来，回戏，我准备好了，好戏，赢了，食尸鬼无敌了，啊，这样赢了，这样赢，我有感觉这样已经赢了，你身上还有一个三点伤害，还有羊，他也赢了。怎么样？直接不理？直接不理？我看看啦、啊，我思考。对吧？三加一吧。好，三加一。
狼骑兵直接三加一怎么样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狼骑兵，这里他会出这张，代表他没有牌，直接冲。我也感觉直接冲了。嗯，压力给满。我准备好了。对对对，不用演，他会出这张，代表说他没牌。哎，我已经现在已经完全知道了，接下来就是打头打到底了。接下来看我。对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接下来就是他下嘲讽，我直接变羊，然后打头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懂，你现在懂了。我本来就是很懂。OK， 别无选择，淤泥喷射者。也行。我感觉可以二加三哎，二加三好像也不错哎。嗯，二加三，你三只解他场也行。嗯，我二加三，三只解他场啊。嗯，要不然你先看法，再看状况。来，要不然你先看一下。哇哦！哇哦，没什么好选的，小小驱魔者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OK， 我建议舞动的剑上去扛着。行，时间快不够了。放的剑上去扛着。对，然后再打头。漂亮。对。他应该晚了啦。他现在一定是完全不敢抽牌了，他那个天生地已经废了。嗯，他现在应该是不能抽了，他也不用抽了，他已经九张了。为了巫妖王，无法被指定嘞、欸。嘟嘟怪怪嘛，这里肯定嘟嘟怪怪扁头了。嘟嘟怪怪全变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三加一，扁了啦，扁了啦，还有什么好选的？好，扁。扁到我海妖出来就赢了啦。差不多哎、欸。监视暴风城的力量。他真的没嘞、欸？他是什么大变啊？来看一下。就是一直炒，然后就一直丢炒风格。哎、我可以开始冒险嘞、欸！冒险吧，开始冒险，你先冒险。冒险，然后冻结他嘛。然后冰他那个风暴城有冰着。来啦，这样子啦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全部扁头，对对。来啦，扁死他了。他已经死了。他已经数人一个了啦。下回合变羊冲刺继续扁了、啊。下回合来开开就是。烈焰风暴没有每个法师都有烈焰风暴的啦。嗯，我们可是一张都没看到哦。冰剑呢、欸？冰剑。哦，真的。没事，你只要打到剩四点，给海妖斩杀，赢了。子弹上膛。好、啊，赢了。他都是一些垃圾。OK， 稳了。需要修理东西吗？确实，身上都是一堆垃圾。OK， 我感觉嘲讽稍微解一下，其他打头结束。嘲讽下一个嘲讽，然后打头吧，就按那个，然后全部打头。该怎么做？他绵羊树变一下那个风暴城勇士，四加一，然后全打头。确实不该让他下去了。OK， 稳了。OK， 下回合海妖喷脸带走。
感谢有人用笔死。我没有输过。哎呀，还想嘲讽加圣盾啊，自己抽牌自己下去吧。牌啊，牌还行啊。以我的智慧打到十二胜，没啥问题。哎，该不会是冰箱吧？怎么说？啊？不太可能吧？好，不然你，你在怕着就喷了，就喷吧。就喷了，已经喷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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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个怕了，喷了，有种就冰箱啊，地选冰箱啊，可能，对吧？肯定是什么法术反制，对的。哦，法术反制哦，哎，法师在这个模式有几张秘密啊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很久没玩这游戏了。不知道，这不是老牌吗？他不是只有老牌吗？那虽然只有老牌，我也不太记得。上次玩的时候好像是大一、大二的时候。真的，对上，真的。哦、你现在大十二了。我现在是大的有点多，我现在可能大九、大十。OK。完美新手。换你。哎，换我吗？来了。看我操作了。梦姐都行吗？无敌的。我每季都传说，我当然行了、啊。我差不多。这个盲视眼魔，说不定有点用，先下看看。没有眼睛，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可以，下回合开始讲中位。好、哦，还是食尸鬼。我感觉养中位。食尸鬼。该怎么做呢？还是先养食尸鬼。我觉得食尸鬼好，他等下跳废血的怎么办？你看起来太……跳废雪人是啥鬼？硬币巨人啊！不知道，随便找个理由说服。寒冰剑，赚赚一张寒冰剑。OK， 这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养中位加。有点卡。来自阴间的问候。哎呦，稳了、欸！稳了啦！这真的稳到不行。你这边，我这边建议直接不理他。我觉得也。我觉得要把他鞭子死、欸、少爷大吉我不知道，但是少爷肯定会这招。好像鞭不死、欸、啊，不然不要理他吧。这也鞭不死啊，马上鞭不死。我管你三加二吧。丁义并不会大言毕啊。嗯，面对死亡。不是丁义被退血能算大岩壁吗？嗯，对。而且，啊，确实啊，确实早就被退血了。这样没牌了，但可以补牌啊。我等剑加这个混沌之戟补牌。太阳没牌了。
然后跑来敲我蜘蛛了，什么概念？哇哇哇！哦，他那张是什么？我得杀他那一只哎。嗯，甲虫先看一下好了。嗯，僵尸被卡。这个这么厉害，补牌的来嘞。可是我也没有很缺牌，其实我是说真的没有很缺牌。感觉蜘蛛或者投石车吧。感觉蜘蛛吧。嗯，蜘蛛啊，蜘蛛或投鼠啊。那你就冲吧，冲！感觉这个炫刃精兵好像得处理。564哦。好，这样稳一手。不行啊！一直补牌。你这样亏一只蜘蛛啊！我要亏一只蜘蛛。那蜘蛛要死啊！他这样，他那只解两只啊！不可能啊，我还有头啊！他怎么还有一张这个啊？那张看起来有点缺啊！我先上，我先抽一张看看啊！你先上蜘蛛吧。要上蜘蛛了。嗯。哦哟，海怪要来了。我觉得老虎吧，老虎，好啊，老虎都蛮卡手的，要、啊、不然海怪吧。我有感觉海怪吧。嗯，等一下有元素可以出，你这边解决它吧。我这边解决它，关头裂开了。头很铁啊，没办法，还有两张啊。他如果再来一张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这张那么厉害啊，炫刃精兵才五费，五费长这样啊，五费六四的体质啊，还能打四滴，他竟然还可以打死。OK， 还刚好轰到我的蜘蛛。他没有黑翼的力量。我感觉这边冰拉打头，哦，冰嘛，冰然后全打头吧。我准备好了，得保一下血了，不然他要海怪喷我。欸，他感觉还有欸，他好像还有，这该不会有那个什么玄刃精兵吧？没有，他结场了。哇，拿冲锋解那你上海怪啊？我感觉我这海怪点他头欸。对啊，也行，也行。不要吧，不要吧，我感觉接场吧。我感觉他手上就变痒了，我都要变没痒了。海怪这也要变痒了。哎呦，囤积者。西向攻瓦我。双狼准备出击。OK， 他拿一堆杂鱼出来。OK， 带走。淤泥喷射者，海怪打头。可以稳啊，稳到不行。看你要不要四加一之类的吧，感觉可以养他。他会这样打，代表他没牌解，你再养他应该就解，他应该就跑。有嘲讽怎么办？我等科多直接把他踩掉啊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。
哦。OK， 踩不掉了，出事了。这什么花哥？他没有，他那个是封路啊，他这个没用啊，要死啊！小威他要靠赛抽了。没事啊，都一样死了，他就是死了。嗯？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解那个淤泥，他决定自杀，想不通了。哈哈，我就说他解他这个一定解不掉啊！他就算要全解，等下你放一张末日。他全解，我就再抽一张海怪把他干掉。也行，也行。他先抽海，至少他可以。他刚刚那个是拿到什么？是封路吗？敲一下我的头，敲一下淤泥，然后把淤泥敲掉。真的，对上。然后、还有多海怪他解不掉。我死了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没事啊，这样等一下就是看后面的近排，那边不会到横点。OK， 先手找一。哦，反正他就还有机会，但他突然发疯了。对啊。他都还有机会。本届第366天，怎么说？巫医要留吗？巫医也不留了。巫医要留，巫医要留，巫医要留。巫医还要留啊？我准备好。这个真的有用了。我会碾碎你！还要碾碎我？对面那个叫 MAO， 对面那个好像会直接看我牌、欸啊。对面那个好像是那个吗？嗯，我觉得他会直接看我牌，他动态视力。那完蛋了，那我这把我也没办法。不可能，阿毛赢不了你的。他正常打当然是赢不了我。名牌，你这。打牌有人名牌打，你也能知道。我是应该拿那个图片挡一下下面。现在很危险、欸，真的很危险。他这边看到你的是巨人，哇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静默极致哎，我看过啊，抽牌啊，你四二四上吧，然后直接全部扁头啊，我也感觉，先看一下，你先让巨魔，你先让巨魔打，你先让巨魔，对，然后帮巨魔补血怎么样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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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人叫医生吗？OK， 巡逻兵登场。对对对对，这样稳了，赢了，这样他解不了。蜘蛛要死，自己来死。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OK， 被刀走。这个要解。这闻到鲜血的味道。哎，还好，铁头功。这个是赛狗，这个真的是赛狗。好，这个我看到了。然后先解飞刀吧，感觉破一下圣盾吧。他那只已经现形了吗？现形啊，现形啊，破个盾。好的 ，OK， 破个盾，然后接下来先抽牌吧，共我的死啦！好，可以这样分棍。双狼准备出击！哇哦，他那有双狼啦！用来教训这打头怪的双狼哦，
我是可以解掉欸。我觉得你先看。还是我直接敲他头。对，你先看，你先看牌，你先看牌。你确定看牌啊？我确定看牌。看一张羊怎么样？拿一张嘲讽出来。那三费。对。尴尬。拿一张。好，十字军。不能这么做。十字军。拿一张十字军吧，然后你打十字军加一，然后全变头。我也觉得，现在就是拼头完结了。对对对，他不知道你手上有这七点伤害啊。他肯定知道啊。不是，他一定不知道，你要相信。他要怎么不知道？他现在还在这个 DC 里面。你手上有这样，你手上有七点伤害，他已经不知道。对两次。哎、欸，思考。这还能思考的吗？我也觉得只能硬撞了。好啦，没办法啦，不然就解吧，想想就解掉他吧。只能解嘞、欸。哎呀，不多啊，怎么样啊？总就是三三一，然后冲吧。这把你不多、啊。加入，不然就死。加入或死亡。哇，还是你要再赌更大一点，磕多送，然后解一张，磕多送，他等等没有那三点伤害，磕多送踩一只拼了，拼了，怎么样？对，打头，你他这边十一点 ，OK 吗？来，你三张牌，看你怎么说，看他这边怎么样。解二一，解二一，我投危险了。你投好像危险。OK。OK， 你人没了。我人没了。想要炸些东西吗？没办法，动态听力。哎，我觉得那几只不该留的，早点上。我知道了，冲锋早点上。没有料直接弄到他走，真的。来，现在直接进入这个冲锋环节。这是你自找的。用天生技结场、哦，那就看谁厉害。不好说，一样要倒。哎呦，解任务的冒险者。哎，那个要留，那个要留。你现在是后，你现在是后手啊、嗯。你有那个硬币的，小留一下。嗯。对面是安度英。我准备好了。好了，我认真打了，我不演了。随机走下，这个超好玩，超一只张。哎呀！你超爱这一张哦，他直接来一个这个、欸。我准备好了。哇哦，看得到我家耶！他要拿风怒嘞。
怎么说？他是当什么？我以为你认真打，你这样，自己打，你只能二三二啦，是吧？那多。没有啊，我这里食尸鬼啊，我这里食尸鬼吓吓他。不是啊，你这样食尸鬼就亏啊，他只要不亏啊，他要拔剑的，他要拔剑的，他拔剑你也亏啊，他这样多打你三点啊，不亏啦，不亏啦，这一定要，这一定得扛的、啊。给我任务。哦，有这一套下去，可能有吧？这一套下去，他没了吧？游戏结束，这一套下去很稳。这一套下去，他现在怎么活？杀杀杀！稳，你等一下还，你还有，有正二体。阿古斯直接了结他、欸。他要喷两滴哦，你看不要能不能保住这只吧？要保他肯定是能保的。可以啊，那保啊保啊，可以上啊上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他们怎么可以有这个 combo 啊？我实在没看出来。看保哪只吧，保谁？保大吧。当然是保冒险者啊，这只没沉默，确实可以顶一阵。我准备好了。好扯哦，他怎么可以有这个正二体加的？再拖就变绵羊了。准备好了，长官。这里我觉得开采嘞。科多索，我感觉开采不错，还是三加三。想想，我觉得三加二好像也不错，三加三好像更厉害。对啊，你那张再扣一下吧。我哎，这样你直接出六吧，直接出六兵，他左边那一只吧。OK， 冲进突破口开扁，对，然后直接扁头啊，对，不要忘了初衷，他只要他只要归零，我们就赢，让他解，让他想，拔刀开砍，他怎么可能拔刀开砍？他一定要换的。来，这些东西全部冰起来，当没看到。都很废。克萨的换你，诺克萨的吧，也只能拿嘞。让我想想，我拿召唤一个随机的手下，好像更厉害，是不是？好啊，不好讲哎。这个我接下来都大怪，感觉还行哎。好，行啊。就二加三吧，然后扁头吧。冰起来，都假装没看到。你刚没看到，继续扁，然后扁一扁，等等，踩腰，啪，结束。这边场越来越多了，这边场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我们不怕。全打中有多少？哎，那先算一下，六。八九，然后一哦，全打头 hold 不住啊，没事啊，稻草人再站起来，再一个，我也觉得先扁头。让我想想，好像你会 hold 不住你要得解，你可能要下，先你可能要解这两只鱼人啊，你可能要解。感觉三加一耶，时间快不够
盲加一哦。可以啦，反正不管塞、不管塞什么我都好啊。我这边还要给他压力。我准备好了。他以为我是冰箱。你很尴尬，你刚刚伤害算起来，你的海妖差他会差一滴啊。撸来撸过啦。三四四，好像等一下。哎、欸，第二台坦克出来嘞、欸、！Hello， 第二台哦。哎、欸，这有第二台坦克哎、欸。哦，他这样多少？他这样不一定能杀我啦，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能杀我。扁头吧，扁头吧。嗯，扁头吧。完工了啊！仆从们，侍卫们，隶属于黑暗与寒冷的战士们。你说他会不会这里斩不掉？有机会，我懂了。哎呀，防御啊，我刚算过了，就说你刚刚那边多少人？对，我防御啊，他来这尴尬。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好，我认真，我认真，我来，我来。不是，我刚想他解那个大的，我再生一个大的。真的，对上雷克萨。狩猎开始了。哇，完美。哎，这开局无敌。就这样。天湖哦，还行。乱踩一顿。我准备好了。下回合开始养骨头中尉，他这里一定直接翻新兵。这个苹果放在头上，大概养不了中尉了。我会盯着你。好，这次吧，十一硬了，硬了。陷阱嘞？该不会是打到会那个吧？完了，这个是不能打怪，是不是？你先下，难说。你先下中位，你就知道是什么了。OK， 我感觉中位可能没触发。那是吧？那你就按天生机啊。然后你用天生机去点他，你就知道是什么。我看到了。哦，哭啊！是施舍。哇，这个 combo 酷哦！射我脸，射我的脸，射我的脸。他哭啊！我准备好了。但感觉如果是冰钻，更完蛋。特洛格祖尔，特洛格祖尔，特洛格祖尔，哎，我建议这里直接防不住。血巨怪，是有带个厉害的出来。光武天干通，这个六百五，五六哥布林，直接踩掉吧。嗯，直接踩一只吧。然后扁头吧。头吗？没办法、啊，我超凡只能留着、啊。
巴西赢了、啊，巴西要赢韩国了，是不是？不可能吧？有那么容易吗？总有一天，我要成为真正的骑士。他没牌嘞，基本上大局已定了。他最后一波嘞。嗯，直到最后一波了。我这边考虑养一手食尸鬼。行啊，行啊，食尸鬼先上吧。食尸鬼跟他换。然后你上那个巨那个二三二，然后就开扁嘛。我感觉不是这样。我感觉你要看，你要看我。你现在你要，你该不要 K 笑吧？他们 K 笑，谁在 K 笑？谁在 K 笑还不好说。他八费啦。我只能说，就是你在 K 笑，没有好不好说的。你这样有点小尴尬。不可能啊，他哪来那么多大牌？他又不是他跟阿努比斯弄死他，你一直他其中一直会加，这样呢场面没不？我场面等嘟嘟怪怪的救回来了。好，嘟嘟怪怪的。哇！前来完蛋！哎、欸，嘟嘟没有办法怪怪的。嘟嘟。自己场面怪怪的、啊，还不用嘟嘟怪怪啊？哥，倒地的，没事啊，阿努比斯死不了、啊。那这样更恐怖啦、啊！好像哪里怪怪的，嘟嘟怪怪，确实哪里怪怪的。嘟嘟怪怪的，先解掉四亿吧，先解掉四亿吧。不一样，反攻不一样，一样就小危险，小危险，还好有阿古斯在 hold 得住。不好说啊，等北海巨要开喷，胜负还不好说。阿斗怎么变那么大？完啦、啊！你的海怪也处理不了这只啦、哎！等等变羊啦！星星，等变羊啦！哈？哈？他考赛，他确实考赛。我的工作，你这样要亡啦！没事啊，他没激励啊。来了，甲虫，扫场了吗？先甲虫吧，先甲虫吧。来了，甲虫，看有没有更好的、啊。牛头人，牛头人战士吧，漂亮，三加四。你三加四啊，你三加四嫁吧吧。愿先祖保佑。哎，直接嫁到最大。为阿古斯而死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是要完蛋的、啊。他那星星太强悍啦，太神啦，星星。哭啊！哎。双狼准备出击，白痴选这一套好像极限到了。不是、啊，你刚刚那手，你就算要打，你也是要先解啊。你在那边装怪啊？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样啊？啊，这样冒险者，你说的核心一直没怎么用到哎、欸。没抽到啊，没抽到啊！哇，他们又可以喷自己嘞！你喷自己吧。这场，哎，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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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怪怪的，怪怪的。
来去看球了啦。在在。休息了，休息了，看球了。你这个凯奇，凯奇太好。这一把换阿丁，前面就阿丁上的。你看那我沒什么下场？ 我没有发挥我100%的事。你当鬼混是不是？不好说，但我只能说下次给我机会。